南塘河两边啊，这个水已经是漫过了河岸。 刚开始嘛，老老搿么酥油嘛。全部是老房子啊！情况呢也是比较严重的。我们刚刚了解了一下，大概积水深度啊已经。女的先上来，女的过来，我们那年纪大的过来。这是什么时候停的？哪里嘛，没有电。早上就没吃。人都不见了嘛，有了没电。电是什么时候停的？大概是8点到10点，这里很大的一波雨，撤离到前面的陈家中学安置点。给我市的这个整个的降雨量可以说是造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影响情况。现在积水呢，比早上是已经好了很多，大家看起来我后面是。